今天你要开箱什么？这个鲜橘叫什么？鲜橘杨梅。我看一下啊，来，我转过来。鲜橘杨梅 wemart 的 waxberry。OK， 来，我们试试看。I want to try one. OK， 它是讲的是那个是皮还是可以吃的还是什么？整个可以吃的。哦，整个可以吃的啊。要洗。要洗。来，爸爸跟你洗。来，哪一粒？你选一粒你要的。那你也要吃，爸爸。Of course. 第二次。OK。好吃吗？熟甜还是酸？什么味道？不甜啦，酸。不甜啦，酸啦。但是它里面长什么样了？是它整个可以吃的，有种子吗？好厚。这样子吗？它很小粒耶。哦、OK， 好 ，OK， 所以你觉得值得吗？我要帮你洗一粒给你。你选一粒。你选一粒。我帮你洗，选你要哪一粒？我的是甜的嘞。我的是酸。这是 lucky draw， 如果你拿到甜的话就是 lucky， 如果你拿到酸的话就是 this one， and daddy got that one。OK， 吃。It's really good。Not bad 啦。大老板娘。It's quite special。好吃吗？是甜吗？甜还是酸？甜啊！哦、lucky boy。妈妈 ，you need one。Okay， you choose one for me。Yeah， I chose this。Thank you。